给你去切两个橙子啊。郭毅，嗯，你不是很聪明吗？不然你帮我写毕业论文吧。哎，算了算了算了，隔行如隔山，说了你也不懂。你的论文选题是什么？我的选题说出来吓死你。我准备好赴死了。中小企业会计信息化之云会计模式研究。哎，是不是光听名字就一头雾水啊？哎，你的毕业论文选题是什么？年度法测聚乙烯醇，年均分子量谁的改进？哦，打扰了。你的论文不顺利吗？被导师批了一顿，说我的论文呢没有自己的想法，论点不清，看不到我对会计人未来的思索。我思索什么呀？我都不知道我的未来会不会做会计呢。那你想做什么？广告。嘿，做会计挺好的啊，别瞎整那些有的没的。你说是吧，小姑？哈。我觉得还是做自己想做的事情比较重要。哎，我去洗手，吃水果。哎，好。真的不用送你吗？哎呀，真的不用了。你一会儿不是还要回公司呢吗？就别那么麻烦了啊。那你自己小心点。知道了。你要给我立个军令状。什么军令状啊？保证不搬走的军令状。你昨天还说不逼我，让我自己看着办啊。哎呀，我想来想去觉得还是不行。你什么时候准备的？哎呀，那你甭管，你赶紧签字。不签。你不签？不签。真的不签？不签。哎呦，不签那好吧。你要是不签啊，那我就不走了。哎，反正我也舍不得我们小顾。啊，妈，签，这不就得了？来，给你签。那妈妈就走了啊，多注意身体啊！来亲一下，亲一下，来，好了，那妈妈走了啊，好了，拜拜。让我走。郭毅，我妈回去了，我也回宿舍了，这几天打扰你了，有空请你吃饭。
要吃螺蛳粉啊，好想吃螺蛳粉啊。行不行？嗯，那就多吃啊，多吃。你在干嘛？开核桃。就你这还开核桃啊？你太用力了，我给你加个时。反正都是要做成糊的嘛，碎点就碎点。能看见了吗，师姐？嗯，可以了。好。哎，江教授早。忙的。好，你问问。郭爷爷干什么呢？写论文。写论文？你怎么在实验室做和实验不相干的事儿啊？我之前跟你们说的对实验的尊重和严谨，全在耳旁风了。写论文。你实验做完了吗？我的实验也做完了。完了？不，那你做完了，你可以帮帮他们两个吗？不。你这是在写论文啊？顺便了解姓氏的由来。你把实验再重新做一遍，我看你啊就该收拾心了。好。在这儿啊？我迷路了。啊？太久没回这边，这个校区我也不太熟悉。哦，那你本来要去哪儿啊？你要去哪儿？我去面试啊。那一起吧，顺路。嗯？你怎么知道我要去奥里面试啊？我听说了。消息传这么快吗？走吧。我到了，你要去的地方离这儿远吗？不远，就在这附近。哦，那我进去了，拜拜。拜拜。Thank you.
你怎么在实验室做何实验不相干呢？。我先回去了。好，你先上楼吧。很想进去推销啊，这位同学。我不是推销的。你不是什么也不是，你拿着传单在这都晃悠半天了，新手啊！我都在这当宿管阿姨当这么多年了，我一眼就能看出你是干什么的。赶紧走吧。阿姨，我真不是推销的。哎，黑兰，你先等一会儿，我在这抓推销的呢。啊？哪儿呢？这不这儿呢吗？哎呀，这是我学生桂艺，他不是推销的。你学生？可不是嘛。这拿的草稿纸啊。草稿嘛。我说你们这帮书呆子，成天脑子里都想的什么东西啊？怎么还指桑骂槐啊？这个。行了，你赶紧走吧。一个大小伙子，整天在女生宿舍楼下晃晃悠悠的，也难怪我把你当成推销的了。行，别过，咱回吧。小兰，你看我们那个……我什么门呢？我们知道错了。啊，知道了。大点声。我知道了。还背着我抽烟不了？不抽。态度不诚恳。哎呦，你快点把钥匙给我，我赶着回家取资料呢。那我先去啊。小顾，先回去吧，啊！阿姨，你跟江教授，他是我爱人。啊？喂，司徒墨，回家一趟。家？什么家？我家。为什么？你妈说要过来。啊？不是吧？你没有告诉她我搬走了吧？没有。